旁边这位 Kelly， 他的年纪，他是民国56年出生的。56年现在是，等一下，算一下，算一下，56年，48，年轻人，48岁啊，在他的肤质很紧啊，什么便利商店的店员，我现在发现了，他的声色动作完全来自寒冷的冷气棚，我在单纯在喂寡而已 ，single 啊。哎，哇，伟哥，你今天怎么办啊？跑票啦！就因为上节目故意讲的，每个都是 single。对，很多女人。啊，真的？你女人有来？哎，在哪里？哪一个？哎呦，女人 single 吗？女人长得就像许文恩哎。Oh my god！ 这出去就是姐妹嘛？这位48岁的 Kelly， 你的困扰是什么？你有困扰吗？就是女儿的朋友啊，看到我都不跟我打招呼，为什么不尊重你？没有，他们以为是他朋友啊，就不觉得是家长。不过这个手是真的有照顾小孩哈，怎么样？就是有一点那个做过家事的样子，做过家事啊，这是天生的哦。你这是做过家事啊？他那应该是在动物园照顾过动物的感觉。你是富贵手啦？对，他称赞你手。对呀，富贵手。不是，就是。富贵相的手啦，富贵的手，对，富贵的手，没有做家事。哎，你们老一辈的，我听不懂在讲什么。好，你们年轻好不好？你们把后面的三个可以吗？那你美丽的秘诀是什么？单身。单身，对。哦，又是单身，怎么样？你就是你看，你不要引导他，增加自己的自信就对了。你不可以这样，你自己好好分享，你真正保持。就是保持年轻的状态，愉快的心情，愉快。所以单身真的是你的关键。我觉得蛮重要。就是没烦恼吗？哎呦，我已经鼓励大家离婚了。那大家都不要生嘛，人类灭绝了嘛，好不好？我们男生不要碰女生嘛，好不好？那灭绝算了，好不好？台湾灭。